一起过走的时候，那窗帘那屁灯的一点用。这哎，这也好。他的调亮油，你跟着调好，也调着油加调加好一点。嗯，啊，不是看调亮吗？啊，对，你要在店里一个小时，先得看调这油。那就这样，我这烧着，这是哪开？新不得大油，我这今年我这烧的多米了，所以。你说你来跟他说的，再去一趟，去哪儿去？你这不披萨缸呢？我给你找找你那里。我说说，那中了这不想就行。这这这是说啥的？那中。那我也中了。中了。那白菜是不好吃。中，我给他翻一下。怎么了？好，我们一起啊。那下午忙。你要这穿的多可以，你这要调好，你想，哎，多大？这个。他还先数字是吧？那大油门儿了，这样行。嗯，这样行，这样行。对。嗯，有菜有菜。不用这酱油差不多。你听见这啥的听着声音？这不是绿。嗯，这个还有。嗯，感觉有。嗯，有点儿。这把你长一点。长的长。厂里都是分格儿的，因为啥？你们家发的屁啊？对，他不能在那下锅，用炸的，一锅炸了一点，炸了到这一块皮，已经有多少的？炸皮你买了？十几十？呀，皮子好贵。你也不发上回的，上回的几百皮，要便宜了。比这还小，十三，几百皮贵，确实两百贵，确实是。